那今天呢，是做这个满愿童子。那大家一听到满愿呢，那主起的，刚刚那个主起的名单加持，差点两只手都抬不起来。Bilinga 是哈利蒂姆，主要是哈利蒂姆的这个第五百指。那这个它的本身啊的因缘，是因为释迦牟尼佛把它收来，放在那个钵里面。然后他得到释迦牟尼佛这个钵的这个加持，得到了三明六通。啊，想一想真的很容易。只要被释迦牟尼佛抓去都有好处。啊，被释迦牟尼佛抓去就有好处。很容易他就得到三明六通。但是刚刚我念的这个咒啊，天灵灵地灵灵哈利蒂姆勒令满愿童子将来临啊，这个咒是我们这个华语的咒。一般来讲梵文的咒是 Om Bilinga Soha 就可以了。 Om Bilinga Soha 就是 Bilinga， 也就是宾觉拉啊，宾觉拉啊，冰觉啦，就变成 Bilinga。 那个藏日的念法 Bilinga， 梵文的念法冰觉啦，啊，其实是一样的意思，就是在称呼他的名字。那我们华语的咒是我自己创出来，我们小时候在这个八月农历八月十五的时候啊，观细卡行青蛙神也是这样子念的，天灵灵地灵灵啊，这个背尾找罗请你来救行，就有当时要念着细卡行灵灵灵，请你背尾找我来求行啊，细卡行零零零，请你背尾找我来求行。这个就是小孩子，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在玩，那小朋友那个装成青蛙趴在地上，另外的人拿着香在旁边念啊，就小孩子一下子附身，他就变成青蛙，就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跳来跳去，这很容易啊，很容易降神。这青蛙也有神，其实按照讲起来啊，什么东西都有神的，它都有它的灵气在。所以我用天灵灵地灵灵哈利蒂姆勒令啊，这个满愿童子将来临，这是用华语的。那哈利蒂姆是这个 Bilinga 的 mother，
啊，妈祖再叫他，他一定会来。意思是这样的。这满愿童子也三明六通，他也是灵界的一个天，叫做童子天。啊，叫做童子天，他有一个天叫做童子天。但是他在帮助人的话，他照样，他本身有三明。三明就是这个天眼明，他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。所以你呼唤他，他可以看得到，就是天眼明。另外有宿命明，宿命明他知道你自己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也就是我常常念的 begin、began、begun 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个三世因果，他都知道，这是宿命明。再来一个漏尽明，他因为被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波放在里面，释迦牟尼佛一生的精华，他就吃那个波里面的东西。可以讲，所有的精华都在波里面。那他在波里面呢，当然那就是孕育了他本身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所得到的东西，他也能够得到。所以他也有漏尽明，就烦恼漏尽来帮助人。他有一个净土，就是童子天。这个天很少人知道，很少人知道的。他能够这个帮助所有的众生，所以呼唤他。啊，这个主祇都会如愿，所以他是满众生的愿。啊，今天大家看到是满愿童子，哇，这下子大家都主祇了，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。